只观赏用的鸡在另外一边的最角落。哦，这个会生鸡蛋吗？会。也有生带鸡蛋的。原来生鸡蛋。加油！你小心它，不要撒到旁边有一个哥哥。你看这里撒过来。啊，哥哥你站起来一下，不要撒这个，不然会撒到你眼睛。来，撒。哎呦，你有叶子，这样可能不行。没有。已经去找公司。他要进去吗？不要进去。在那边。哎呦，我也撒出来了。找他啊！我看到三位弟耶！哇，没有了，弟弟没有了，我们不能去这里。你要找爸爸吗？没有了啦，没有了，宝宝在哪就好，宝宝有。